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感恩共修那个共修组的佛友们。讲吧讲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女儿1990年属马的。 1990年属马的，忧郁症。对对对。你知道吗？害怕，经常不开心。对的。不愿意跟人家接触。 是的，但是脑子很清楚。嗯，对。心里什么都一本账，就是不想跟人家讲话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要给他多念心经，打开他的心门。是的。其实他人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。是的。人也长得很端庄大方，明白吗？是的。比妈妈还高贵。对。小妹妹，你自己要懂得，好好的念经，因为你妈妈掉过的孩子在你身上。 所以你就总是不舒服。我就一直感觉我的颈椎还有半边身体特别不舒服。它在你就在你这个部位，你听得懂吗？嗯。你感觉不感觉这里有压力啊？对，这里一直有压迫感。看见了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它不单单压住你脖子，它还压住你的腰。对，我左半侧身体这一侧非常不舒服。对。我刚刚说，连你的手臂。 这个手臂下面这根筋都压得很难受。嗯，对的。然后你们给台长有点鼓励的，我看到现在。你讲啊。上一次就是雅加达法会开完之后，在回去的那个飞机场上，有幸和台长握了手，然后感到非常激动。 很荣幸，很好啊。对，而且我当场。小艾特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28岁了。20周岁是吧？28岁。嗯。上次给你加持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对，加持完之后我就感觉浑身发热，就挺舒服的。你现在没感觉啊？浑身发热啊？现在也感觉蛮舒服的，就是。 开始了，我现在讲哪里你就知道哪里热了。我现在让你脖子、颈椎这里开始热了。对。感觉脑子好像松开了一点。松了吧？嗯，松一点。小丫头，你现在的脑子里，我刚刚知道你现在脑子里啊，我看图腾啊，你还要，你以后还想有婚姻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有时候不想，但是你脑子里有时候还是想婚姻。 对，有时候会想一下。嗯。然后我就感觉以前你会有一个男的，嗯，长得跟你很像，瘦瘦的，戴副眼镜。哦。啊，如果有这么一个男的嘛，你可能会跟他有一段缘分，但是也不会很长，因为你的性格已经不是太适合跟别人多接触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对。你要多念心经。好。明白吗？好的。 听化点了，换一副眼镜，那种金丝边的眼镜，其实金光的眼镜一戴的话，人整个会转运的，黑黑的眼镜运程不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们自己试试看就知道。台长，就是我以前从19岁就开始就是学习压力大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好强，那个时候给自己压力太大。对。后来就吃了那个抗抑郁，哦，是头胀，然后就吃了那个抗抑郁药。 吃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断断续续有7、8年了，我知道，就一直断不掉，我一直想把那个药断掉。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只要好好的念这些经文，好好的修心，你相信台长，你慢慢的会跟医生商量减药，你只要自己没有这种压力了，你就是慢慢的病会好了。 跟你讲，就心里话了。台长弘法到今天，看看什么忧郁症的孩子，对我来讲，呵呵，小菜一碟。我是专看忧郁症的，像你这种算什么了？现在已经断了半年了，但是看见了吗？我自己就感觉你断了半年就是进步了，对，你过去断得掉的。
你现在能够断半年不就是因为念经啊？对，过去基本上断两三个月就感觉不行，一定要吃那个药。看见了吗？你现在记住了，你最厉害的时候，我刚看图腾，你整个图腾想要掉下来，就是想过自杀，你听得懂吗？对，就感觉气喘不上来，人要就是往下死掉一样。对，气一点喘不上来。现在你不想死了？嗯，不会死了。感恩你已经过了。嗯，死的时间已经过了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蛮好，现在继续好好念，念下去以后慢慢去都可以断掉了。对，然后我记性很差，就总是记不住东西。一点点恢复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好。吃了八年的药，突然之间想完全恢复，你告诉我有可能吗？你家里也不是穷的嘞，连脸霜都没有，拿眼泪往额头上擦，这也是忧郁症的先兆啊，傻姑娘，好好听话啦，前途好着呢。我看你三年之后完全恢复。听不懂啊？感恩陆台长。你现在知道吗？你要记住，等到你妇科比较正常了，你的生理情况比较正常了，你的忧郁症就好了。你现在生理月事啊什么都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鼓掌。现在听懂了吗？属什么的？几几年的？我是90年属马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我颈椎，颈椎对不好，是需要用中药调理一下，还是用西药帮我？中药调理。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。好的好的。啊，从《黄帝内经》到今天，传统的文化就是好，就是好。对。我现在身上就是有一个妈妈打胎的孩子在我身上，还有别的灵性吗？你还要我帮你找几个上去啊？哦，不要不要。还有别的？属马的是吧？对。没什么了，就一个。嗯，好。你就是非常的腰部这里非常不好。嗯，人直不起来就感觉。对，就整个人好像像萎缩一样。对对对。而且你的那个内分泌失调，睡眠不好。是的，是的。嗯。好了，需要多少？现在跟台长讲话是不是浑身热啦？对，很舒服。啊，感觉。好了，没事了，给你加持了呀。需要多少小房子来还债？多少小房子？多少个屋？128个屋。128。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。哦，放生多一点。嗯。小丫头，你蛮小气的，但是放生要大方一点。嗯。你要放3400条鱼。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又要小气了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懺啊，3500条鱼。好吧。好的好的。好了，没什么问题了。可以，能不能帮我妈妈看一下？不过只能问一个问题了。妈妈想问什么讲吧。妈妈身体也不好。妈妈你自己好好修嘛就好了。你妈妈属什么的啦？我妈妈是六七年属羊的。啊，你妈妈哦。哦，你妈妈劳碌命。不停地做啊做啊做啊。嗯，你爸爸也蛮好。你爸爸也蛮好。嗯，爸爸妈妈都蛮好，脑子有点小问题，想问题总是偏差。你妈妈嘛就是贪，年轻的时候太贪小。嗯，对的对的。听得懂吗？嗯。你叫他放开一点好吧。嗯。啊，不要小气啊，人大方一点，这个时候出去那个时候进来，对不对啊？帮助别人有舍了，你一定会得，舍得嘛，你要舍出去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对社会也是的，贡献，你要对社会有贡献，社会才会对你好啊，对不对呀？妈妈要听懂啊，啊，你主要是关节不好，还有胆子太小，你这个敏感太敏感，你整天怀疑你老公啊，在外面啊有没有人啊，怎么怎么的，你一定要当心了，我讲对不对啦？嗯。你老公又不是特别好看，一般的，
听得懂了吗，妈妈？啊，听懂了。好吧。啊，好好听话了，人不要精啊。啊。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啊嗯。好好的修心、嗯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嗯。